脊椎一节一节往上，好，往右后上方凝骨，头肩向上，好，慢慢的往右上右转，往左后上方凝骨，环保不正，好，双手朝天，左手腰，左手右腿，右手臂来，脊椎一节一节往左右下方移动，右脚为实，左脚为虚，把那手头往下，左脚尖心点地。好，脊椎一节一节往上，重心在左，这个重心在右，往左后旋转，往左后上方往右向上，好，转移重心，慢慢到左脚，往右后旋转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手往回稍微拉一下，你的那个拧手的角度会转。好，把脚回正，双手外撑。